啊，首先要庆祝一下，我们终于被认证成为了时尚区的油炸货。终于，我们时尚区啊，五月十六下线，可以扣答各种大家的各种问题，为了讨好粉丝不择手段。大家好，我是姚总，我在纽约，我是在北京。对，今天晚上他们在高考，所以你还依稀记得你高考？我那天，我其实本身其实原来对高考没什么兴趣，因为我没上大学，然后呢，莫名其妙的就反正高考了。然后呢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高考那一天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。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。太幸福，真的我也不知道，I have no idea， 就我也不 care，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睡着。我记得好像我妈妈好像给我去弄了点镇定剂。一日三命三呢？好像是。让 calm down， 经脉逆流，胡思乱想，而致走火入魔。What the fuck is that？就是让你就是更集中精力，我也不知道是这样会被学校发现，然后直接开除你的学籍。不会，那个老师开的不是兴奋剂，现在很多外国学生在用的那个叫做聪明药，是有蜂蜜、川贝、桔梗，加上天山雪莲配置而成，不需冷藏，也没有防腐剂。我们叫哦，血管行为哦。但我有很多要旁边要打一个不良行为哦。但我有很多关于你不乱使用药物的一些小故事。今天着穿的是淘宝上最新购买的服饰。对啊，是我前天不是一直在推荐大家，我买的就是众万福之虎，我是曹大华老师。然后这是 Southwest 他做的那个反战的一个小包包，然后帽子是 Supreme 那个 Casino， 就是那个赌场的那个。对，这个帽子是上次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被你的好朋友送的。对，小管，小管老师。Just Play Gallo。然后这个 T 恤是来自我的 Red EX 的他自己的厂牌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吧。所以今天是个很轻松的话题，今天有了粉丝群之后就疯狂开车。哇、哦，那个时速哦，真的是停不下来。所以我手头上收集了最近获得的一些神奇的问题。其实我没怎么细看，所以我最后会被我经纪人封杀，是因为我回答了 Gap 的。经纪人会事先跟我沟通一轮。好，我帮你删掉一个。我等一下就负责问吧。好啊，那反正有你的，就你也一起问。因为这个 Q&A 发起人是你嘛，所以我看了一下上面有200个问题是主要是给你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有一些旁支的问题是给我、赵总还有左总。大众想了解我。大众想了解我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，掩饰而不见。因为你是发起人嘛，大家还是对你很好奇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？而且我觉得给你的问题还挺劲爆的。左总才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当。对啊，其实频道可以收掉，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撑一集。不过我们这期问答破20000播放的话，我就组织一个左总 solo 的个人问答节目。可以可以。然后我们去天津，或者是他来北京，我们当面对。你这个就是把那个贩卖颜值到了一个极限，偶像经济哦。好的好的。我们今天来一点特别的话，因为我觉得上次好玩的是我们在录狗不理包子的时候，就突然间莫名连线你，我在视频连线你，你可以说想不想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那么恶心好不好？然后就把这个全程给你录下来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位场外嘉宾也在 stand by 跟我们连线，赵总即将离巢，然后去他的新的巢。哎，他是准备完全搬去成都了吗？他 bought a new house， 他明天去是因为他要去选房了。是个很豪气的行为啊！真的，就莫名其妙回来跟我说他买了个房，我的妈 ！Oh my god！ 我们来问问他吧。好好，我把音量开到最大，我们又一次连线了呢。哇，三个人，终于三批了我。作为西南一哥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吗？因为刚刚 K 总已经报了你在西南置产的这件事情了。你有什么可豪横？哦，是的，自己掏真金白银，还是利用一些自己的美色获得这一切？在我的美色和值钱呀！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因为校总等了很久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先 solo 问一些问题，因为主要网友都是把问题放在了我身上，就是我也希望分一点点星光给大家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。那我们就开始问答环节。现在我们先问想想问题吧。好的，就问想想问题。但我想想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好的，很短，很简短。对啊，因为我可能我太短了，嗯，我换吧。乱开车还行，这个栏目就是没有下限的栏目。反正上次经历了 K 总连续被逼了30秒。嗯。然后还有衣服有裤子，我收到的时候我说惊了，这不就是金属尼龙吗？我这不就是金属尼龙本人吗？这个太狂了。网友给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品牌的护肤品？啊，好无聊的问题。以后问这种问题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在我们这站内问这种问题的，就直接就拖出去好吗？以后麻烦你自己退出这个期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就随便回答，一秒钟回答完我们就过了。过敏的时候用痒痒，不过敏的时候用蓝帽。
啊，还是蛮贵妇的哦。对，就比你厉害一点。不，因为我们天生丽质不需要这样。法兰西真的真心不贵的。就有钱女性总是使用法兰西的，尤其是机场免税店，一次买很大瓶的话用好久。No， 我跟你讲，机场免税店不是最便宜的。这里我真的要打个广告，就是我们不是最近用 Nice 在做美妆产品吗？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 research， 就是日上免税店其实不是中国最便宜的地方。那是哪里 ？Nice 最便宜。好的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去 Nice 我待会把那个 logo 你可以打掉，你可以验的话，就是如果你发现假的话，假也没脏喽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很多人觉得你对星座很有研究嘛，然后他说你会在现实当中判断这些人类用你的星座学吗？好无聊，我要挂电话。对，好无聊。那个星座就是一个聊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聊不知道聊什么，聊聊星座。真的，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对你有什么误会啊？我想说，大家对你有误会吗？山上的大家心里还是一个那个文艺男神。你离开我，就是旅行的。所以说问题都比较文艺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文艺男神不是那个冰一下吗？那个不是他的 Evil Twins 吗？不能共同提到是精品吗？精品还行，就两个精品还行。对，但是一个天生而选。大家聊天不知道聊什么，聊一下星座蛮好的，然后看一下准不准，准就听了，不准就不听了。看，就是专业标准女明星回答就不回答。刚才我们聊的内容，这个专业女明星乘风破浪的姐姐。像个孩子在胡闹。就是那个选美女明星都是这么交流的，不是这样，这样就是。说我的梦想是希望世界和平。神经病啊！所以筷子是要这样拿的是吗？哪个手刀是点点来的？安利一个同性恋拿筷子的方式，大拇指夹住这个，然后呢，用中指和无名指夹住筷子，然后去吃东西，而且要拿着筷子往上高跪，然后呢，一定要把这手指头伸出来，一边吃饭的时候一边对别人指指点点。你第三个问题稍微好玩一点点，人生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拉屎拉在裤子里，搞笑一点。沈玉琳哦，做到咖喱便当。我小时候真的拉屎拉到裤子里。但不好笑，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个故事，可能会觉得好笑。你大概最好笑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最好笑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就最好笑，是 Joker 哦。对啊，来做一个标准故事。我的整个人的人生就充满了好笑。我觉得最好笑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是唯一男神，你都好好笑。唯一男神明明是第一下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真的不是唯一男神，唯一男神，烦死了。哦，对，像因为对现在在走 SM 路线，字母圈了是不是？是的，你真的会看我们这集播不出来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期就会被我跟你讲，昨天的期会蒙混为一个镜头。选项，而我们这期就进字母选项，所以跟你说再一次拉一次。但自从左总那期之后，我每一个下面 tag 都是打，人家觉得你好，人家还觉得我 PUA 别人嘞。我们再给你最后一个问题吧，然后就把你挂。可以问他一个 for 大家的问题，然后就让他去死。对，这个 for 大家的问题就是大家想知道你和左总谁比较好，然后谁是团里的 C 位。我们这个团哦，我先跟大家讲，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共同的群，就是一定是三个人一个群，三个人一个群这样子，就是没有一个方法能让四个人同时联系到彼此哦。我们是貌合神离的一群，叫什么二桃香三世，你知道吗？是很好，是很友善的问题。我从那个女明星的角度给你回答一下，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是。你先说下身高嘛。你知道这么硬核吗？我168，名字错，你知道吧？我168。哦，还是高史丽丽。那你身高1.58米，你穿 XL 的时候 OK 的吗？还是高史丽丽？谁不在就攻击谁，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原则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这真的是大家对自己的身高是个谎报哦。你看着烟么狗样的，都是170的好吧？讲话稳文而雅的，这是你的 APP 的数据啊，交友软件的数据。交友软件都是17217的，大骗。就不会被退货哦。对啊，我就想说超过180根本就没有这些问题啊。我跟你讲，高个子就会把自己的数字写的稍微再低。对，不然的话跟别人有距离，太高真的很容易被退货。熊圈矮子是很受欢迎的，就反而像我们这种高的，人家手刀逃走，手刀骑车逃走。这个故事只有我们群里的人知道，大家想知道可以加群来问。你们这帮高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最好笑就是，比如你158对吧？他160，那个160能把158都嘲笑死，说他是个矮子哦，那个矮子哦，真正1.2厘米，明明就高2厘米。好了，现在老师可以去睡觉了，已经午夜时分了。对啊，明天就要奔赴川渝的朋友，你记得再给我们再录一个新的成都的 vlog 吗？它就是一个购房的那个 vlog。哎，我们这时候可以问一下那种比如地产杂志，是不是可以找我们做广告卖地产？让我们插话，这同志都去成都购。哎，主持人，那我等待你的新的素材喽，拜拜喽。好的，拜拜。
拜拜，我们继续喽。给左老师有一堆都是也是问我们的，那我们俩来回答一下左老师和夏老师这一方吧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都是矮子啊，是人，而且他们很少同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矮的人我都比较，我就分不清谁比特别高或者特别矮了。跟我一样，左老师就一直被我攻击是侏儒。天天说我是侏儒。我干过一个很不好的行为示范，就是有一次我和左老师两个人在 destination， 人非常非常多，人挤人那种的情况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门口抽烟，啪点着了，也是不好的行为哦。然后我就在那抽，对啊，然后就过来说，哎，我给你叫个朋友在那边，然后他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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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左阳，和你说清楚，我不想再认识你们任何一个哈比族的朋友了吧？我是比你还矮好吗？然后我说我不要认识，我这个真的是个很错误示范，这是个很错误的示范，我不应该这样说。我长大了，我知道这件事。对，政治非常不正确，但是我还想请超过18的朋友在屏幕上打一，然后私信我们两个。你下贱，我们俩可以。我去98年来就是真的非常早啊，那不是近两年的事情吗？不是近两年哦。相约1998。大概5年前，就你们俩还是在一家公司的时候。对的，那挺早，那挺早，还在北京的时候。对，我就很 say sorry 这件事情，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做。那你为什么没约我？我们那时候没有一起去过 nightclub， 你忘了这个问题？好像我们两个真的是你搬到纽约以后变得比较 close 好吗？对，而且还去了一些真的不应该去的地方。对，简直不堪入目。我还在外面等你，日本也有去哦。对啊，我还在一楼等你。是，哎，到底谁等谁在？我 always 等你。这个没进场。好 ，Anyway， 他们问你跟校总的关系是什么？我和他哦，我和他认识了10年了吧？10年之。我们是朋友，我们俩也是很奇怪，我们两个是一个是微博认识的，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他们都去我是西南，然后就反正有一天就是要去校董家去，邀请我去他们家去一个什么 party。 校董真的很爱约人去家里。我第一次认识他也是因为我被谁带到他家里去天鹅湾，都是那个地方。那天湾区应该是在苹果社区吧？苹果社区我没有去，我认识好多朋友从他家认识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没跟这 community 没有那么大的联系。我现在想就校总的就情绪不是很好，所以我那天其实去他家蛮多，就很常会陪着他。Hey, there's no kiss, there's no hug. 成为了真正的好闺蜜。I know. 他有一 X 就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然后就 No, we are just friends. 所以真正的澄清一下，我想起来，我第一次去天鹅湾还是哪，是被孟夏老师带去。天老师。对。所以我就是认识了10年的好朋友了，跟我差不多长。对啊，差不多。我们也差不多是，哇，好老，真的是中老年人。真的。有网友问我们说要怎么才能抓到左总，就是。如果你符合做喜欢的菜的话，就会被做。左总会硬伤，左总真的是个赔钱货，我跟你说，左总非常的倒贴，不要看他那么高冷。但左总最近脚有受伤了，因为他好像之前打篮球不慎把脚给。对，就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好玩的事情，就是他的身高打篮球。怎么了？你刚刚还说不要歧视1米58的人不可以打篮球，是不是？他大学是篮球系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忘了。你进过他是田径社的，反正他体育系了。他想说的偶像我也知道是谁。是谁？不能透露哦。好吧。他想说的偶像好像是，他的性幻想对象。哇，反正哇的，对这个不能剪，这个不能剪进去。十米航天的，我跟你讲。再一个问题是问左总真的出柜了没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左总不是直男来的吗？在他们家族里，他永远是一个直都不能再直的人。左总什么时候入新的一次？左总好多问题啊。左总不是说要来北京吗？本来是今天录的嘛。对啊，对，就是因为脚烂掉，所以可能在等着。脚烂掉还行。左总喜欢你哪一点？喜欢我？嗯，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你？你喜欢我啊？你不要喜欢我啊？不是，他是说那个 personality 之类的，不是指那个。我不要。sexual 方面。对，我觉得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点。虽然我平易近人，天生丽质。哦，左总年轻的时候。左总就是觉得我好 fashion 哦，对，他是想踩着你的肩膀进入潮流圈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左总之前有一段时间，他都跟我说我很讨厌谁谁谁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你的 copycat， 他是我的 copycat。造孽！我知道那个人是谁，那个人还有点红。对，就他就说左总觉得说他 follow 我的潮流，然后那个人 follow 左总的潮流。嗯，而且那个人很爱背，我也不懂为什么，是不是他？就是他，对不对 ？OK， 拜拜，谢谢，再见。